第一排的粉丝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吗？谢谢，谢谢。好。你们四位开来之前，大家是这样的坐姿，每一个人都是侧着坐，就随时随地等你们来。那这样子，人来了，请我们四位主创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前提有个条件，能用武汉话的尽量用武汉话。好，从导演开始。打第二。大家好，我是巨龙。然后人生来时告诉我，人生来时里头，这里主持叫做三姑。
一句那个电影的彩蛋。我喜欢你，我是你男粉。
情绪就非常的紧张，后来就封城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都住在一块儿，就每天在一起，也没有吵架，也没有像别人那样说是夫妻两个人关在一块儿就吵起来就要离婚了，就一家人就还挺开心的。我爸反正也把那次心结也解开了吧，算是。然后就有时候也想，可能也是因为有人的去世，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就是在一起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这个东西，每个人生下来它都是有意义，都是重要的，活着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然后尊重我们身边所有的生命，就尽自己所能的就活得更闪亮一些。谢谢你。可能这部电影人生大事，但是带给特别是一后的武汉所有的人们看到这部电影的感触会更加深刻一些，对吧？今天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的，刚才这个带头鼓掌鼓得最起劲儿就是你儿子。喜欢这个电影吗？大声告诉我们。好，还有一位是吧？想分享，来，从话筒递过来。事业
幸福生活。再一个，我们这小悠悠同学演的也很好，他演的跟朱一龙两个配合的非常的好，就而且就朱一龙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就是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有关心，就会对社会产生一个很好的这个那个效益。因为在这个片子里头有一个就是。父亲去世，就是他外婆去世的时候摔碗的一个情节，让我想起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当地人呢，就是一条龙服务的，告诉说有摔碗的什么的。因为我的父亲15岁当兵就离开家，我母亲19岁当兵，离开武汉，因为我母亲是武汉人，也是北京人，到武汉来的，那就是所以说让我体会到这个片子拍的。真的，我平常很少，很多年没有看电影了。那今天跟这个姑娘来看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想。谢谢。谢谢这位幸福的爸爸啊，和女儿一起来看这电影。谢谢你对于电影的喜爱。最后呢，我们完成大家的一个许愿，大家拜拜，往后走。对。